Hello， 大家，今天是礼拜四，然后我今天只有一节课，统计学。现在要来快速开箱战利品，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购物袋，非常可爱的购物袋，然后上面有所有这个作者画过的角色。 Got a knife， 溜溜的哦，影子集团的大头脑，第三个小杰，然后是展览送的赠品，
OK， 然后这个是背面，然后这个是正面，然后呢就是展览限定的这个牌子。是西索的这个糖果，一个人只能买两包。然后呢，它里面一包有附赠一个吊饰。所以呢，这个是前面，呵呵，然后这个是后面。第二个，也跟西索的后面正常一点。展览的书里面就是展览的内容的一本纪念册。So that's the end of this video. I hope you enjoyed it.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Everywhere on TV, couples and Christmas trees, gift wrapping and cheer. Just the worst time to be with someone special.Stockings on